日本的喜欢冰冰的影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冰冰，非常的开心，这一次可以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到东京第20届的东京国际影展来跟大家见面。其实从墨工开始，有非常多的日本的朋友在支持我，而且我每次有在网上看到日本还有非常多的影迷在网上给我留言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希望你们在这边过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开心、幸福跟美满，且谢谢大家对我一直的支持。我也会把这一份鼓励当成我自己进步的一个信念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一切快乐、平安，谢谢。